飞球出手再进。BD 已经被牵制出来了，他可以用扣篮硬扣。我今天朱一中真的在一开始马上就找到了单打的机会，是有制造出来的射手。哇哦，漂亮的一个假动作，跳出来才是篮下接球，假。技术上可能还会给他一次的助攻。林书伟但杀到禁区的三篮，他射。高难度的拉杆还是让他给放进，来帮助球队得分。目前效果并不好。哇哦！球还是要送给布拉，布拉拿下双手灌篮，哇！终于出现第一次的灌篮了，啊，这再看一下，半身，哇，这要还是要小心。全部都是在这一节，而且连续两球，感觉又把球给抄走。中国军飞身，这个球被挡下来，哇！后面呢，还有 smile 陈孝荣，这也是一个追魂锅。像这个防守非常的精彩。跟 Barrett 做一个接触，毕竟 Barrett 上个赛季是年度的最佳鸟将。对，这个球被挡下来，危险！追魂锅啊！哇！陈孝荣没有选择用扣的，用上篮的，有 BD 在后面一巴掌打下去，哇，精彩！三篮球的争抢在地板上被李恩给捡走，快攻的机会再回给李恩，飞上去单手扣篮，这是一个漂亮的快攻。最好就是交到李恩的手上，用一个漂亮的灌篮来收尾。球发给刘伟成，盖伦集体被挡下来，一大火锅。哇！团队再送到内线，交给 Daniel 双手灌进，有机会挑战二十分。连布拉已经出来。起来，带到禁区，拉开了一个出手。Brad Davis 三节拿下11分。其中第三节啊，这个 Brad Davis 的进攻啊，他们单节排名攻下了26分哦，比对方多得了12分。那在这一节呢，又是一波15-8的一个得分哦，这个当然是在今天呢，应该也会来到五大好球的一个精彩拉杆射身下。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给的漂亮，翻身跟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多。